广西兴安，群峰环绕，却因一条河流通达四方。 开凿于2000多年前的灵渠，是兴安兴盛的起点。水街上的白墙灰瓦，诉说着兴安的商贸往事。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，铸就了鲜血与生命的英雄史诗。 灵渠蜿蜒如巨龙，塑造着兴安的个性。今天，古老的龙图腾依旧陪伴着兴安的一方水土，一方人。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，将目光投向了岭南，但是南岭的群峰却让大军的粮草转运变成了难题。南岭众多河流的发源地，由此向北的水流大多注入了长江水系，往南的水流则大多汇入 珠江水系，在多种沟通两个水系的方案中，秦朝人选择了湘江和漓江。即使在今天看来，这也是最短的路径。公元前218年，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，沟通湘漓二水。兴安 一片由灵渠水浇灌的沃土，这里曾树立过秦军的堡垒。秦城遗址在兴安呢，光是甬江镇这个地方，原来我们考古发现就有4处，里面我们出土了不少的箭锄这一类的军用工具，就说明 当时这座城在灵渠旁边，它具有军事作用在里面。金戈铁马早已远去，在之后2000多年的岁月里，在通达南北的灵渠滋润下，兴安经历了沟通带来的繁华。湘桂走廊， 南岭的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的狭长地带，自古就是中原通向岭南的交通要道。古盐关正扼守着湘桂走廊的咽喉处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因为灵渠水道靠近古盐关，古盐关也成为湘桂陆路运输和漕运的中转站。
临渠是水陆交通，古盐官是解决陆路交通，所以说在这块地盘上，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。哎，很多的水上物资通过这里上岸，很多的岸上的物资也从这里下去。胡人勇，满是来自异域的气息。这种气型往往出现在沿海地区，可这一次他被发现，却是在崇山之中的兴安。临渠岸边发现的胡人勇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它是一个沿海与中原的一个重要纽带。临渠开凿后，兴安成为桂北的区域性商贸中心。随着移民到来的，不光有货物、技术，还有各地的文化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临渠依然还在灌溉着沿岸的万亩土地，滋养着兴安的兴盛与安宁。从高空俯瞰临渠，这条人字形水坝是临渠的大天平和小天平，他们将湘江水一分为二。南渠将江水引至漓江的支流，北渠则沿着一条弯曲的路线折回湘江主河道。临渠就这样连接了湘江和漓江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。刘建新，兴安县临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。在他看来，临渠体现的智慧也代表着兴安人自古延续的生态理念。它是一个人字形的坝，它不是直接和这个大自然做斗争，它是人字形的，让它往两边走，这就是一种和谐。两个天平并非对半五五分，而是选择7:3的长度比。7分水顺大天平流到湘江，3分水经小天平注入漓江，即所谓的湘七漓三。所以它这个渠道的宽度跟它的水量需求有关的，太宽的话水量不够，对不对？而且水位它就浅，所以它是一个最佳的宽度和深度。古人的智慧还不仅于此，大小天平被设计成溢流坝的形式，每当雨季到来，洪水溢出水坝，越坝而过，然后通过湘江故道和北渠的水一起汇入湘江。这些竖立在大坝另一侧的石块高高低低，状似鱼鳞，每当江水漫过大坝，水流形成一股向下的力，鱼鳞石便利用这股力量牢牢扎入大坝中。与此同时，水中的泥沙沉淀嵌塞在鱼鳞石的缝隙中，让坝体更为密实和稳固。每当洪水涌至，鱼鳞石的缓冲可以减轻水流对另一侧河床的冲击。拦水
分流、泄洪，三种功能被灵渠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。这种设计理念直到今天依然令人叹服。他这种精神，他就与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理念就体现在他的工程上面。灵渠申遗，祭祀祀贤，活动开始。灵渠之畔有一座祀贤祠，供奉的是主持灵渠修建和重大修缮工程的四个人：秦代的史禄、汉代的马援、唐代的李博和于梦威。这是一种朴素的信仰，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灵渠主动顺应自然，与自然造物的山川河流实现了和谐共生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它才得以悠然流淌2000余年，至今仍在造福着人类。兴安县东村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。古色古香的建筑里隐藏着一段久远的往事。杨迪中，兴安县民俗文化的研究者，一直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古村里的文化传承。东村有400多人口，祖先大多是来自湖南、湖北和江西的移民，主要是这两个兄弟发起来的，到目前发展9代。杨迪中试图通过村里的老人们来探寻古村的历史。兴安东村再现旧时婚礼风俗的贺兰歌表演是杨迪中探寻的起点。糯米饭放在石臼里反复捶打，直到米团绵软筋道。只要保存得好，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粑粑存放1年半载也不会变质，这也是东村婚宴上必备的食品。郎歌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恭贺新郎娶亲的歌谣。一张蜡烛，两堂弹马。东村婚礼上的贺郎歌，词曲大多即兴编成，村民们时而诙谐幽默，时而引经据典，为婚礼助兴。这种民间艺术吸收了北方地区的民歌形式，又与岭南的民俗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对杨迪中来说，他更为关注的是贺兰歌里的另一种文化元素。他们唱的就贺兰歌就比较粗犷一些，融合了儒家的文化和当地的一些文化，例如说这个劝读啊，那礼教啊。东村贺兰歌的创作者们拥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斗军。大奔波，天牛边孤独，红卷海天空。这是一种古老的船闸，通过斗门的开启与封闭调节水位，可以保证南来北往的船只不受水位落差影响而顺利通行。
宋明两代灵渠共设有36座斗门，因为需要人工升降为过往船只提供服务，诞生了守斗人这一特殊的群体，他们又被称为斗军。斗军在灵渠之畔安家落户，繁衍生息，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也在这里扎下根来。兴安粑粑因为味道好，易保存，被斗军当成了军粮。贺郎歌在兴安东村有了新的韵味。随着湘桂铁路的通车，灵渠在航运方面的作用被逐渐取代，斗军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几百年的时光，斗军不负使命，见证了灵渠水运的繁盛，也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，成为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。这个莲画的话，我们想通过这种通俗易懂，让小孩子容易接受，以便让这种红色的精神、红色基因能够代代相传，让革命情怀代代永续。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、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激烈、损失最惨重的战役。湘江血战五昼夜，红军伤亡20000多人，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的减员损失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尹汤怀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负责人，每天清晨向烈士献上敬意，是尹汤怀保留至今的习惯。从2010年开始，搜集湘江战役的烈士名单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。墙上所刻的呢，就是咱们碑园所搜集到的在湘江战役当中牺牲。60米长的黑色石碑上是20321个名字，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英魂。英明廊对外开放后，尹汤怀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来自湖南、江西、福建的烈士后代。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江西余都的客人。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有一个叫林立平的小学老师，当时看到我们收集的1124个余都红军烈士的名字当中，他看到了他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，叫林罗发生，这是他的小爷爷。这个寻亲的故事开始于1934年的一天，林罗发生离开家乡，跟着红军迈上征程。他们家里边有几兄弟，几兄弟参加革命之后呢，唯独这个林罗发生长征之后呢没有下落。他的爸呢，
在临终之前召集他们几个兄弟，跟他们说了一件事，希望这几兄弟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小弟要把他找到。这是一个遗愿。80多年，四代人终于在英明廊前结束了对亲人的寻找，完成了共同的心愿。更多的人来到这里，则是为了缅怀先烈，接受一场精神的洗礼。作为兴安的党史研究者，罗基富选择用另一种方式纪念湘江战役。他遍访遗址遗迹，寻找亲历者，试图挖掘更多的历史细节。以前呢，我也看过一些有关湘江战役这方面的电影或者电视片，当时我和一些人也有一样的观点，可能这些都是虚构，有很大的通过艺术加工的形式。但是自从我通过这收集这些资料的，发现真正的湘江战役的当时所惨烈的情况呢，可能比我们所现在所看到的电视可能还要惨烈。界首古镇曾是兴安的一处漕运码头，也是商铺密集的地方。红军当年渡湘江搭浮桥用的门板，很多就是取材于此。当时拿的时候呢，就每个人家里面都编了号啊，那江山家的、李氏家的怎么编号，都全部把它编好了。然后过完以后，就这门板呢，然后一块一块的，有人全部把它返回来了，归还回来了。湘江战役损失惨重，红军面临生死变局。即便如此，归还门板这样的小事并没有被遗忘。罗基富找到了当年受雇红军帮助归还门板的老船工，为这段历史找到了佐证。后来红军来以后，在这个改，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，人民军队依然牢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宗旨。正是扎根于百姓的信念，让红军绝处逢生，反败为胜。对湘江战役烈士英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在继续。对尹汤怀来说，这也是一种传承革命精神的方式。这些烈士，每一个名字，一个生命，一个生命代表一部传奇。能够把他们的名字让更多的人知晓，能够把他们的英雄传奇、英雄故事让更多的人受到感动，我想这是我们真正能够把红色传承能够把它做好的一个条件吧。80多年前，中央红军突破湘江，20000多英烈埋骨于此。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英雄们，终将被这片土地深深铭记，被这里的人民深深铭记。临近端午节，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即将拉开帷幕。因为领取，兴安的龙舟赛有着和别处不同的特色。耶呀哦哦耶耶呀耶。这是流传在领渠两岸的一种古老歌谣《龙船调》。它原本是领渠航路上船员们所喊的号子，后来逐步演变，形成了独特的音律。
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用巨舫鳞次形容临渠水运的繁忙景象。据《临渠》一书记载，曾出现一天过往船舶200多艘连墙而下的繁荣景象。新安的龙船调就是在百舸争流中应运而生的旋律。萧国辉，新安县文化馆的馆长，他一直在研究和保护当地的水运文化。龙船调并没有乐谱和歌词，只是靠口口相传。在当代，会唱龙船调的人越来越少。萧国辉正在计划让龙船调在龙舟赛上再度唱响。每年端午节，兴安人都要祭龙。兴安的这座龙王庙是为了祭祀临渠祖龙而建。兴义龙王庙所创莫考，居分水潭之山巅，曰分水龙王。临渠南水分流，沟通南北，造就一方繁荣。兴安人祭龙是为了表达对临渠的敬与爱，也是祈求神明保佑航道通畅，船行平安。每年各地都有龙舟赛，而如此繁复隆重的祭龙仪式却为兴安所独有。龙舟赛更像是祭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龙舟过处，临渠不再平静。水面上龙舟不断前行，人们用这种方式向龙神祈福，许下美好的心愿。接龙桥始建于北宋年间，一直是举行祭龙仪式的重要场所。将龙舟上的龙头请出，放鞭炮，烧纸钱，向龙头祭拜。这项仪式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。祭完龙头，龙舟队就开始相互拜码头。旧时临渠水运繁忙，每个码头都有一支龙舟队。别家龙舟队到达自家码头时，两家的龙头要进行对拜，彼此竞争，却又以礼相待，守望相助。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成为兴安水运文化的一部分。拜完码头后，才会开始正式的龙舟比赛。伴随着阵阵节奏强劲的鼓点，队员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勇向前，动作整齐划一，木桨上下翻飞，临渠上涌动着团结奋进的澎湃激情。这场龙舟赛让萧国辉完成了自己的心愿，龙船调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。突然发现年轻人呢跟我说，唱这个龙船歌呢非常有气势，岸上的观众也特别喜欢。我们会把这个龙船歌把它传播到每一个龙船队去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虽然今天兴安的水运已经不复昔日繁盛，不过与之相关的精神、信仰与情感却以民俗的形式传承至今。团结与竞争，拼搏与自信，这精神属于护佑这里2000多年的巨龙，也属于这片土地上龙的传人。野话
诞生在封建时代，历来被视为旁门左道、雕虫小技，不可登大雅之堂。所以，像曾素一老师那样能运指自如、指道化成的人，已经是屈指可数了。灵渠滋润两岸生灵，也造就了新安艺术的自然主义风格和浪漫情怀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统纸。多年后回到故乡兴安，想要完成父亲曾树一的心愿，将纸画艺术传给兴安的年轻一代。它是不是一个蛋两个蛋？对对，他说的好。今天的兴安正在迎来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回归。发掘与整理，重塑与发展齐头并进。而灵渠则成为了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。对兴安人来说，如果灵渠是一条龙，斗门就是龙的鳞片。兴安县一直在尝试根据现有的史料恢复制造斗门的技艺。斗门巧妙之处就是就地取材，然后呢比较轻便，又实用，非常容易操作。用斗杠和竹条撑起斗门的框架，再以竹篱笆覆盖，致密的斗垫则能起到拦水的作用。开启斗门时，船顺水而下，即使枯水期也可以通行无阻。恢复斗门技艺只是一个开始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，兴安古村落文化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已经全面开展，斗军文化也将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下去。把它一些过去消亡的东西要恢复起来，挖掘出来，展示出来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村落呢才能够，就是说在保护的基础上还能够活态的延续下去，发展起来。盛九勇，摄影爱好者，他用镜头记录了兴安半个世纪的变迁。照片中的主角一直是家乡的灵渠。我1969年开始，2019年就是50年了吧。就拍了就50年了，所以好像有拍不完的东西。2018年，兴安县开始为灵渠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，盛九勇承担起了相关影像材料的搜集、拍摄和制作工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有了更多新的发现。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老照片。千百年来，兴安人选择这种简单实用的方式引出灵渠水，浇灌万亩农田。
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教授蒋超很早就关注到灵渠的灌溉功能。2014年，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决定推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作为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，蒋超第一时间想到了灵渠。灵渠不单纯是中国水利史、中国水利人的一个圣地，我想未来它也会成为世界水利史一个很重要的圣地。2018年8月14日，在加拿大萨斯卡通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9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，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为灵渠颁发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证书。我们应该向这条古老的运河致敬，它曾经是我们西南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命脉，是我们的经济命脉。那么从它的建成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了，这条灵渠还是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2019年，蒋超再次来到新安，感受灵渠两岸的繁华。新安县正在打造与灵渠相关的秦汉建筑、古桥、斗门和斗军文化、岭南风俗等一系列文化品牌。古老的街巷曾因灵渠航运而兴盛，今天又因灵渠厚重的历史积淀而散发出独特的文化气韵。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创造的工程奇迹。灵渠因战火刀兵而生，却带来繁华与富庶。千年漕运让新安成为商旅货物川流不息的舞台。不同文明的碰撞融合，又带来文化昌盛、人文荟萃。灵渠塑造着新安的精神与品格，也成为今天新安不断前行的动力。新安继承古老文明遗产，在新时代探索文化传承之路。